你开了？还没，帮我开。我刚就在等你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帮我开？我要让我开我的 GoPro 啊，还要确定啊，10:10。你到底是说怎样？滑下去，这边就滑下去了。这条路？对啊，这条路啊。这条路。那我应该要先帮你拿，不然你们穿鞋子。有啦，有路啦。确认一下，好，很好。有路吗？有，肯定的。一路下去都是绿线。啊，我先拿哦。也可以啊，你抓着就好了。你要这个出发点，你如果你自己也可以、啊，要不要？你要比较轻松一点。对啊，你录你自己啊。我拿，这比较简单，我拿。好。好，这样哦。往前录吧，往前伸直没关系啦。你在干嘛？开始录啊。你这样好近哦。我闪着奇怪的灯哎。怎样？你先啊，你走吧。真的可以走啊？真的可以走啊？我先去没？
我现在背那个，就是告诉你背后那个点。那表示我们，因为我们昨天一直滑那个啊，所以一直坐那个山顶缆车的时候一直往后顶。我后来也发现我往后顶了很久，所以我后来就只好往前弯一点。我昨天也是啊，到后面觉得哦超痛。对啊，就觉得不应该往后靠那么后面。骨头啊，我是骨在顶上的。我也是觉得啊，那很硬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哦，现在。嗯。什么？那是红色的店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好像中间有一家就是。可以吃啊，咖喱，咖喱。很多人在烧咖喱饭。终于。滑雪，滑雪怎么可以没有吃咖喱饭？所以等一下就是滑这一条，不过已经有一些人滑过了，对，应该不会很乱了、啊。然后上午都不错、啊。我那个是怎样去进去的？因为它那个旗子，所以好像就是那个路线。你说中间有个蛇是不是？我不能滑，我不知道。应该可以吧？这就是练习大弯吗？不，他那个速度我没办法动那个速度。我可以滑那个弯，但是我的速度是他的一半吧。就是那个小朋友在滑骑行，应该不行哈、哦。你看上面有一堆人在等，那、啊欸、跑去插花被生气。不过这条红线看起来滑的人很少哎、欸啊，应该会体验不错。我有看哦。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开？我手机拿出来一看就知道了。哦，你不用看。对啊，现在觉得蛮方便的。这个滑山还是很漂亮的。我们拿要哎，没有接，然后再接一个后山的。你看，在那个铁栏杆后面的那个缆车。对，铁栏杆后面有。现在被铁栏杆挡住的那个地方有一排缆车，有看到了吗？没有，你在说什么？铁栏杆是什么？这里一堆铁柱，有没有？嗯嗯嗯。铁柱后面有缆车，有没有看到？哦。啊，你不是要坐这个山爬到最高吗？但是铁柱的好像也蛮高的啊。铁柱的不是就到那而已吗？好像不是那个，我觉得不是那个。不是吗？你要去上面，不是要坐这个地方出发的。可是更上面的好像是在上面那一个，在上面那个是黑，有点黑、欸。啊，反正今天中雪还好。嗯。这个车是也没在动，为什么那也有？会不会是那一个？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短哎、欸那個。还是要现在地图拿出来看一下。哪里有车？没有啦。应该这条线只有左边一条，右边一条。啊，不然就切那一边去，然后那边才有人。没有，哪有缆车啊？真的，我这里一排，这里一排而已。对，这雪道啊，哪里有雪道？对对对。哦，最右边吗？对啊。我们再看清楚一点，我要的是最右边。这个吗？不大像。不是啊，这个缆车只有到那里而已啊。对啊。这个很短诶。对啊，不是这个。要看，可是地图上我不记得有只有这样而已。现在看了，我觉得很恐怖。没有，那等一下来看吧。它有那么短吗？我们现在是坐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它现在你看的是这个吧？那是不是吧，我们都快到终点了，到终点的话这里一个站，右边一个站，对啊、哦、那个是二号、哦、我们在坐这个啦，要坐四号吧，四号很高呢、欸、我们要坐这个上去吧、啊、好，你看四号，四号就是弯弯曲曲的红线、欸啊啊、那中间那条是黑的呢、欸、所以那个二号是那边、啊、对啊，你要去滑黑的、哦、黑的是说这里、欸、对啊，那样子下来的话，上半部那个黑黑的呢？还好啦。不要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黑的是划区域的问题，正的还是红的划区那边有一块，那里不压，那叫黑。是吗？就只有那边叫黑，它其实不一样。问题是这边更上面，所以那个上半部你要想办法。他刚黑的，他刚
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只有一小段。我现在是不是就要滑下来这里？那他坐中间这台吗？对啊，我要下来这里。他是 champion， champion order， 你是 champion 吗？很恐怖。你那是 champion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唱歌很不听，我们俩都不想，我们俩都不想。你的所作所为，这一次都会在 GoPro 里面。这一次的影片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异，很吵。有个人吗？有人知道我了，我好感动。没有，我们都隐藏起来，所以我们要坐这个过去吗？就滑下来，滑下去坐中间。好了，就去看一看吧。那雪还新新的，没有刮。好吧，大家都知道目的地喽，缆车站见。不要贴着我。还没起来，还没起来，还没起来，起来喽！吸了，晒一晒就干了。看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哎，话说回来，这个餐厅我们平常也不会滑到，今天也可以去吃吃这个。好啊，等一下我们就在这边玩一玩，然后。哎呀，今天主力打这玩这边啊。先上好了，还是怎样？湿了就湿了。
觉得他的喇叭发出杂声。什么喇叭？你现在听到了。至少要不播音乐是好事，不然 YouTube 要封锁我了。看起来好像还好还好啊，但是看不出来有没有压过，应该有吧，看它平平的。有啦，只要有压过我们都是可以的。那这条路线，哎，你看这条路线看得出是什么吗？那我先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对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他可以去滑旁边。你去滑这边，然后放你走。你不要看我跌倒吗？不要，那摔到我就觉得不好。反正赖梅花，不对，既有号称可以把它买下来，你就给他。下面是人的脚了吧？踩那么深。这个是吧？今天是卡板。这样不会就是不会陷下去吗？一旦陷进去了就出不来。它是不能弯，是不是？它可以小弯就弯了。有人在翻滚。嗯，往后看都是山。那雪场蛮漂亮的。嗯。因为它很宽阔，就是很大啊。白马更大，八方是很大。好吧，今天努力练习技术，以便应付八方的地形。你要滑这个？对啊，滑这个，对，不是很好，不要，滑这里，温柔的圈点。好啦，反正，那你滑，拿棒子给我，我来拿。烦欸，你要下车，你要拿，那我不要拿杖，我拿板子，来了，我拿了。搞不好你这样滑的比较好。其实因为我手一直在甩，我拿着，我后来发现我拿那一只，我可能比较稳。你要滑黑的就不给你。这不是黑的 ，It's off road， 那没有黑。但是最危险，怎么觉得这样会掉下去？会啊。喷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血喷起来，我在喷什么？他把某一地方的血喷掉了。是有人开着一个机器在用吗？他在那里左喷右喷，喷血器。哦，最后一段真高哎！来了来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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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没了。我说那个喷的没了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哦，这个人开了这台机器，铲雪车。阿姐，他写说。警察说的，你干嘛？我要，我不能说这个。
猜我们滑只会滑到红的吧？虽然它地图上有画黑的，但是我猜我们只会滑到红的吧？我的意思是说，黑的可能我们看不到。没有，你要不要再看一次地图？黑的可能就在左边。对啊，我说你现在看得出左边有线吗？没有啊，它是下去下面。对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类似，就是说它可能我们只要跟着线滑就对了。我觉得我们还是直直下好了，看看那个黑线，看看这个红的下去，我觉得好像很危险了。那个红的下去，我觉得很危险，感觉。对啊，那边就是黑的啊。好，走啊。好。观察一下，我当雪板滑。还蛮好滑的啊，
到了就。连续两岔、啊，还可以啊，就一直这样滑就好了。那个雪看起来虽然乱，但是不会滑，哈，有没有好滑？还好，因为它一颗一颗的。但是那个一颗一颗不会发出卡的声音，那不是冰，所以我觉得也还不错。我觉得那个地图不成比例，我还以为右边的那个缆车也很上面。没有，它的。可是高度它没看到很高的样子。我觉得它应该后半段缩短了吧，因为那个上面感觉也有一个缆车站的旧遗迹的感觉。我觉得它把它缩短到只有这了。我在想从这里要怎么接回中央啊？就从那边接过去啊，应该可以吧？他还没画那个路。超强的。他的左右手在那边晃晃晃。左右手都有。他只有右手晃的比较厉害。好呀，可以了。都一直摸索。是女生哎。压车了，对啊，速度越快越压，越慢越不压。我们吃午饭在一场中，你们有去认识你吗？对啊，是啊。就要不要拿棒棒啊？哦，你可以拿吧。还是你要下一次再拿？你要先拿，每人录一趟，一趟换你录。是哦，好啊。对啊。你也还好，我觉得就是录下来，好、啊，可以。我这样子我就知道我的姿势多烂了。啊。要看你拿的位置。我要拿正前方，而且伸最长啊。这两个人呱啦呱啦，看他们的状况，继续继续 ，go go， 研究中，探头探脑，有一个人还不戴面罩。
回去脸黑。没有，他们回去了，他们也没红。嗯，也觉得不大值。我觉得他说这段是红线，然后又那么窄。刚怎么突然掉了一下？刚刚没关吗？没有，我以为有关。然后没电了。吃饭喝吧，看看等一下有没有办法录吧。这一下缆车就啾就倒掉了。对啊，是可以啊。可以。所以等一下有缆车线。也可以啊。哦耶。压过的黑不是黑，压过就是红的。压过的黑不是黑，这不是歌词吗？你说的黑不是吗？压过的黑。所以脚都要开开的比较好。我要起不来。你想为了保护他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反正又要录到你哎呀的声音，很好笑。他每次都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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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力气都花在这里了，糟糕！哎，我总是在缆车上摔倒。地上的刮痕，你刚刚想要转弯的时候扭不过来吧？不知道。对啊。先按一下，再按两下。开机，它变绿色亮灯，就是开机。嗯。现在蓝色啊，然后按两下，然后它就会变闪绿灯。现在是啊。闪绿灯吗？你看一下。红灯啊，搞不好它路满了还是怎样，一直红灯。没有啊，哪里有红灯？我刚看。闪绿灯啊，你。我从我这个方向是红灯，真的。我走啊。
GPS 我回去就有速度了，没开啊，没开。哦，你说你忘了开哦？对，差点忘记按 stop。我昨天也忘了开，所以我昨天就在今天早上就在房间里就开了。哎、哦欸，又往后看，不知道看什么。闪神拖板的吧，还好吧，还是我们要休息一下，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，滑这个其实比较耗体力，对啊，因为上面那一段比较脚会很酸，要一直跟。对，哎，十一点了，吃饭，我们来吃饭。我们这一趟再下来再吃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但是揪我觉得不行了，不然你再一趟我们去。那你们要在哪边？就在这一间，对，这一间。嘿，脚太酸了。而且我也觉得脚很酸，然后你也一定是放松的时候。对啊，你那边放松还往回看，就不然。我不知道我怎么了。不是，因为我们的脚都酸了，我也觉得脚很酸。我看看后面，就是我走的路线有痕迹，然后后来我就摔倒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你就放松啦、啊。然后麦维拉他就想说再滑一趟，但是再滑一趟换我拿。好啊。但是脚会很酸欸。你先挂着好不好？挂什么？上缆车的时候先挂着啊！你要现在这样，你过得去吗？可以啊。好吧。啊。我也不知道我刚怎么了，我就摔倒了。你就放松了、啊。其实下面松的地方比较可怕，你知道吗？是又摔了，刚脚还扭在里面扭到一下。你这样还可以吗？是没有痛，是你刚刚转了一下有点痛，但是现在不痛。再看一下，那我们这样上去，他刚好鞋也穿好了吧？他以为我就说我要想要吃饭了。因为脚很酸哎、欸。量力而为啊。对啊，其实我不能放松，好不好？
小心你的手套抓好。脚酸啊！你不看我今天滑有没有好一点？有啊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砰就摔倒了，而且还两个板都脱，那很好啊。我本来觉得你那样子两个板都脱，那就是安全的摔。但是后来就看你他到底状况是好还是不好，茫然呢。我就看你回头。对，我是想说，我们因为他很不平，我想说我回头看一下我们的痕迹，我们把他压平。没有，好不好？别幻想了。然后我就摔。最好是压平。为什么我脚明明就往前，为什么我会滑摔倒？因为你的重心变了、啊。你要转成横，转向成横滑的时候才能往回头看啊。然后重心一样要压着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回头要就。谢。哎，我流鼻涕。我觉得这样一路滑最危险的就是下面这一段。现在我觉得平的这一段最危险，因为平的这一段啊，然后我就没有认真的压它，然后你就有可能被别人的痕迹带走。全身又冒汗，还是其实这谁都可以滑，然后他们只是在排队而已，应该是谁都可以滑吧？你要去啊？不要，我一样啊，大弯啊，只是我是慢的大弯啊。开始有点冷，我看看云会从哪边来，它是不是直到下午一两点？哎，那轮到你拿，太阳就没那么大。对啊，被遮住了。这边具有有哪一次吗？没有，有他一次。想问一下哪一次？而且你搞最后又摔倒了。不会啦，你拿着的时候可能重心比较对吧？因为拿着的时候啊，你会顾虑它，然后你顾虑它的时候，它会定在原地，然后你就间接造成你的手跟上半身定在原地，上半身定在原地，重心会比较稳。你试着感觉一下。所以搞不好你之后就一直这样拿棒棒啊，不入你也拿着。我神经哦。不是这样子姿势比较对，你这样滑一阵会有帮助，我觉得有可能。你就感觉看看吧。这里比较没有脚胶哈，有啊，你才说这里热哦。没有啊，我是说没有清晰的，这里食物不好。那有清晰的，就是他们会在那里溺死啊。
是坚持还要再滑一次？你也拿最长啦。对啊，这样比较拍得到你全身的姿势啊。那我觉得拿最长不会啦，你会很小心啊。不会，这样比较平衡吧。哎，你再等一下下，等太阳出来好了。太阳要来了，还是怎样？还是没有？等一下就来啊。没有，我是跟啾讲，他要录他自己。对啊。我要等会啊。我看不出来，哎，看来不行了啦，你就。你小心啊。不会，对啊，尽量往前面伸哦，往前面，不要往上面。往前，往前，尽量往前伸，不要往上，往前一点。没电了。好，没电就算了。它轮子关掉了。哦，好啊，算了。好烂哦，轮我就关掉了。那我要把它收好。搞不好下午你轮到你录，太阳又出来了。太阳在那啦。嘿啊，等一下就出来啦。还是它满了，也有可能。我满的。也有可能记忆卡录满啊。没有，我有检查过话。是哦。三请三请，姿势不好。唉，
酸了。啊！气了，我都累死了，我都累死了，我。
我录的那一趟我可以一直下来，而且速度超快。然后我刚那一趟，我都说中间休息两三次，累死了。就是刚那一趟其实真的算最后一趟，再休息比较好。那滑这一趟真的，摔死了，技术也就没有体力了啊，还硬要滑。那这里东西好吃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这里我没研究。但是没吃过啊，就给他吃一吃呗。那梅花是早就到了还是怎样？会不会又上去了？我不知道啊。没用那个。我觉得他应该也累了。问他。我刚摔很惨。哦。我也差点摔了，我的两只脚都快要岔开了。我岔开了之后又再撑回去，我就知道我的脚我已经没力去压重心了。然后我右脚没力。累，有多累。他应该还没下来啊。我看，坐离那边，那边风景好，坐那边。气好像太强了，走到那边好了。暖气好强哦，这样还可以吗？那不要坐这里，反正用不着坐在那里，搞不好只会觉得太亮。坐那边好了。这边也不错。对啊。